是不是觉得我换上大明的衣服比以前帅多了？我想问你啊，我如何才能揽获夏姑娘的芳心？缘分，重要的是缘分。段平，你不可以指责我，我每天都在被人指责，他们可以，你不能。这种小案子有什么可计较的？不就是一个破鸡蛋吗？难道你天天盼着会出大案子？都照你这样想，天下岂不大乱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全家都欠孟家一条命。一条人命？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高大人尸会上有刺客。大人，这官银还请徐知县小心保护。什么？押运的官银不见了？顿时你干嘛？周一至周五中式晚间八点，刑名师爷。